道士呢，其实不是解散，他是自然消失了。是你害的吗？一部分嘛。哪里？我可以带我一个朋友来吗？可以。那、啊、你们会尴尬吗？不会。阿汉是不是要开始模仿？东东。大家好，我是阿汉玛利亚。大哥，为什么我们的木钥匙把我接上了？木钥匙呢，其实不是解散，它是自然消失了。他们都自己去发展自己的频道了呢。说。什么意思？微信没有，这是很多频道啊，就那种大团体，到最后就是经营久了，就是会解散啊。不是，我刚刚不是讲了吗？它会自然消失，它消失有很多种原因、啊。是你害的吗？一部分嘛。哪里？我们一个人不要扛全部的责任，不要。我们现在晓得责任要分散，是不是？不要一个人扛下来。那你有什么新的计划？开一个新频道。哇！我现在开了一个新频道，个人频道。反正当一个大频道岌岌可危的时候，大家就会再来开一个新频道。麻烦你配合一下，好吧？叫做挖完的金木雕。